他们徐嘉玲来自泰国的一位选手，比赛结束后加入了 CS 女生组合。小编发现徐嘉玲和 SN48 的李一桐巨像，不过她长得更甜一点。一起来看看她的穿搭吧。学院风的衬衫加针织，格纹的百褶裙可是装嫩的利器，这种刘海能够 hold 得住真的很绝了。不过甜妹也有爱耍酷的时候，全黑的穿搭本身就透露出一股子强势的味道，黑色的衬衫搭配一件工装裤，有色眼镜就是要造型的必备，粉色的 T 恤搭配一件高腰的牛仔短裙，白色的袜子和白色的运动鞋衬托穿搭活力十足，黑色的宽松 T 恤搭配一件灰色的西装裤，一种日常但是有高级的感觉。这双红色的丝绒豆豆鞋有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白色的衬衫搭配格纹的半身裙，一双裸色的粗跟玛丽珍鞋有点泰国公式照的感觉了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